年终的啊志工感恩餐会哈，那医疗志工呢陪伴哈，在医护团队也陪伴在病人跟家属的团队啊，所以呢啊医院里面就一片温馨啊，病人呢心情好，病就好得快。为了答谢医疗志工一年来的付出以及陪伴，由医护人员来一段上菜秀，也利用吃火锅暖暖身子。而何宗荣呢副院长也在现场打太极八法，也邀请所有的同仁和志工们来动动身体，保持身体的健康。江苏苏州的王